四年级华文课，单元二，生活之旅，第九课，表弟来了，生字新词教学。本课共有15个生字新词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。忧愁，忧愁，词义，因遭遇困难或不如意的事而忧闷愁苦。例句，他满面忧愁地倚靠在窗边，盼望着家人的归来。不仅，不仅，此意，不但，表示超出某一数量或范围。例句，小黄不仅爱唱歌，而且杂技也表演得很好呢。霸道，霸道，词义，强横不讲道理，蛮横。例句，小旺行为霸道，经常霸占着秋千不让别人玩。专程，专程，此意，专门为某事前往某地。例句，各路球迷们专程赶到赛场来加油打气，使比赛更加紧张激烈。共享，共享，词义，共同享用，共同享有。例句，父亲每年必从新加坡回来一次，和我们共享天伦之乐。记，记，此意，用身体排开密集的人，互相推拥。例句，歌唱比赛当天，礼堂里挤满了观众，非常热闹。
夺，走，夺，走。此意，抢走，用强力拿走。例句：顽皮的小黄夺走了妹妹心爱的玩具，惹得妹妹大哭起来。抗议，抗议。此意，对他方的言论、行为、措施等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。例句：他的做法已经使大家忍无可忍，于是大家联合起来提出抗议。趁，趁。此意表示利用时机、条件等。例句：为了给妈妈一个惊喜，我趁她不注意时把礼物放在她的书桌上。毫无，毫无。此意全无，完全没有，一点儿也没有。例句：一到晚上他就会演奏乐曲，音量毫无节制，震耳欲聋。抵挡，抵挡。此意抵抗、挡住、阻挡。例句：米奇手中的那把小伞根本不能抵挡这暴风雨的侵袭。公事，公事。此意向敌方进攻的行动或形式。例句：敌人顶不住我军猛烈的攻势，全线崩溃，狼狈逃窜。出乎意料，出乎意料。此意超出人们的料想、猜测之外，表示情况非同寻常。例句：在这次的歌唱比赛中，小赖一举夺下冠军，真是出乎意料。
狠狠的，狠狠的。词义：激烈的，重重的，表示程度很深。例句：我偷厨房的蛋糕时被母亲抓到了，她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。含着，含着。词义：放在嘴里，不咽下也不吐出，藏在里面，包括在内。例句：父亲含着笑放下工作，回想自己童年时顽皮的样子。课后精华：分享有神奇的力量，它会使快乐增大。学会分享，就可以跟别人一起合作，携手并进，使生活更美好。以上是本课所有生字新词，祝大家学习愉快。如果您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，请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受惠。如果有缘，我们下期再会。